棵枯萎的树，一面破碎的镜子，一位经历过岁月的老人。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，那么它也可以让树木开花，破镜重圆，防老防童。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，那它也可以让时光穿越到未来，再小的生命也可以破茧成蝶。你的牌是黑桃二，不对，不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的状态可能不太好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呢，我要吃一点点心。你知道我的点心是什么吗？这是它，是爆米花。当我吃完爆米花的时候，我也把你的牌找出来，打开来。睡美人，你知道怎么让她醒过来吗？没错，要亲一下，所以你亲她一下。你看，她就醒过来了。小瞧你自己哦，你记得你刚才选的牌是什么牌吗？红心 A。